神拖360度旋转拖把，深获国内外消费者肯定，行销全世界，包括日本、新加坡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韩国、欧美各地。好神拖360度旋转拖把，保证100%台湾制造，绝对不偷工减料，品质有保障。好神拖360度旋转拖把是您居家好帮手，不论是木质地板、大理石地板、瓷砖、床脚下、凹凸不平材质、桌脚下，专利360度自由旋转，清洁无死角，让您做家事不被吹灰之力。好神拖把，轻松动一动，快活又健康。整体完全采用人体工学设计，大幅减轻双手及腰部肌肉施力的负担，更不会造成筋骨疲劳。好神拖让您轻轻松松一手掌握，做起家事快速舒适又健康。大家好，现在跟你介绍一下2008年最新的设计，这个叫好神拖，全世界唯一一把会直立站的拖把，90度会站，180度可以平贴，360度它会产生旋转，而且你带回去可以干拖，可以湿拖，干湿两用，像家里面的瓷砖、大理石、磨石子地，不用买三只拖把。尤其是家里面狗毛、猫毛、动物毛，猫猫小姐不要少，越少它会越跟着跑。利用静电的原理，猫猫小姐给她看一下。在摩擦过程产生静电，狗毛、猫毛、动物毛会给你集中附着在我们拖把头上面，给它抖掉，给它清掉，这样子就可以。你可以干拖，那你今天带回去你要做到湿拖来，记住嘿，全世界唯一一把用脚换拖把头的好神拖就是这一个，有没有？一秒钟可以帮你换拖把头，做家事要轻松化，要简单化。当然带回去我们跟你比较一下，先跟你比较再来介绍这个传统以前拖把，妈妈一支三斤重，拿起来10多斤，用手尊用手妈，妈妈小姐湿哒哒，碰到进步一点买这一种东西，这个叫有搬有干，妈妈小姐里面通通都是水，永远搬不干。再来碰到这一种，有没有？这一种一支1000多，妈妈小姐要用转的，要一圈，要两圈，要转三圈，里面都是一大堆水。那当然拖把设计很多种，例如说像这一种品牌打很大，妈妈小姐你在这边拖地板，前面拖干净后面脏掉了，你自己要想办法去用手洗，这个真的叫很不方便。但是好神拖你给它看一下，光它的使用面积它比一般拖把超过2倍的尺寸，妈妈小姐比我们家里面传统任何一只拖把都面积还要大，那里面会有360条超细纤维布，凡走过不留下痕迹，拖过的地板这个叫干哒哒，妈妈小姐再给她看一下，有没有？这个拖把叫很好拖。那么带回去除了让你拖瓷砖，再来碰到大理石、榉木地板，尤其是扳倒果汁、扳倒水，碰到像这一种风哪搞刷的搞，风不会刷应该鬼头卡，尤其是家里面的地板，天天就是这样子。当然你带回家不是妈妈不努力，不是爸爸不用力，嘿，最主要你没有挑对好工具，不管是榉木地板、大理石、磨石子地，通通都可以使用。然后碰到像这种，这个叫污垢、脏垢、油垢，怎么洗是一个重点。再给你一个设计专利的全新设计，这个叫专利脱水桶，妈妈小姐来看这里，嘿，下水给它抖个2下，抖个3下，全世界唯一一个不需要让你用手去拧拖把头的好神拖，握把给它放下来，脚跟离地，你给它做踩水的动作，利用重动加速度，有没有？利用重力加速度，利用离心力，它可以轻松化、简单化。而且你给它看一下，拖过的拖把头地板是干哒哒，然后你看一下，全世界只有我们敢这么做，连拖把头绝对都是干的。那么带回去不要说只是拖平面，如果今天碰到我们今天要拖这个桌角，
一角墙角小地方来记住，嘿，很简单。你今天碰到桌角一角小地方，妈妈小姐来看这边嘞。尤其是碰到像这种离地五公分，你要怎么拖？来，尤其是家里面像这一种，有没有？你这个不要说拖地板，光放你就会放不进去，你只是在撞坏家具。好神拖可以达到180度的平拖，尤其是这个锅、这个边、这个缝，你通通可以做的整理。再来，看到像这种锅槽，有没有？有棱有角，妈妈小姐，你拿平面地板这样子拖，我保证永远拖不掉，因为它是平面设计。但是好神拖采用触毛设计，360条超细纤维布，边边角落通通不会有死角，所以说你今天带回去，这个叫好好拖。那么带回去碰到大面积哦，家里面30坪、50坪、80坪，你看一下好神拖，在拖地板速度快，效果好，桌角、椅角、墙角，360度，通通都好拖，而且你带回去嘿，这个叫生活必需品。所以说妈妈来看这里，地板拖干净，拖把头脏掉，怎么使用很简单。再跟你介绍一下，东西要简单，要好用，你才会天天想要拿出来用。下水抖个两下三下，有没有？上面这里会有个滑道，妈妈给它放下来，脚跟离地，利用脱水机的原理，这个叫重力加速度，它会将你的水分整个利用离心力给拖出来。然后你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很好用。当然你带回去，这个是大家都想不到，大家也做不到，全世界也是一样，唯一可以用脚换拖把头的好神拖，就是我们今天这个，就是这么好用。谢谢大家。好神拖正确使用方式，防滑握套，清洗拖把时请将上方防滑握套放下，手握滑套同时脱水，脚跟离地，上下轻踩即可快速脱水。强力脱水槽，脱水时请将布条完整置于脱水槽内，保持直立角度，防止旋转时摇晃，即可完成脱水动作。脚踏板，脱水时施力点于脚掌，脚跟离地，上下轻踩，立即快速脱水。更换拖把头，将圆盘上螺丝孔与脚平行，踩布条往外推动即可脱离，轻松结合，上下圆盘轻轻接触，脚踩开一伸，立即完成。好神拖让您美美做家事，拖地不再是一件苦差事。